家好，你们还记得我吗？我就是上次的才艺表演的主持人蜜蜂哥哥。你们知道吗？今天是星期五，所以有 Friday Special 咯。上次的 Friday Special， 君安 challenge 范世翠，可惜范世翠现在不在台湾，所以我们就要换别人。你们觉得是谁呢？我们来 challenge 谭恩利，来，大家一起叫谭恩利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谭恩利，我以后会当你们 Friday Special 的一个主持人，所以我先给你们介绍我是谁。我是美国人，我很喜欢中文，所以我来逢甲大学的华语中心来学中文。我觉得自己的老师很热情，而且对我们学生很好。我自己很活泼，所以我喜欢很多户外活动，类似游泳、跳舞、爬山、去海边玩之类的。下次见吧，拜拜。下礼拜我想挑战我自己的同学，埃及饭。